刚才听到了什么声音，然后是在什么地方、什么方位，然后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哦，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你觉得你听到了什么声音？你只要说一种就好，不要把所有的都说完。第二个，你那个声音在哪里？什么方向？第三个，你听到那个声音，你觉得那个声音感觉是什么？好，来，你先说。大声一点好吗？拉都西是赤蛙。拉都西是赤蛙的叫声。哦，我怎么没听到？你模仿一下那个叫声好吗？现在在呱呱呱的是拉都西，你认识拉都西对不对？但是这一只是副班蛙。副班蛙。哎，现在给给给的哈、哦，是副班蛙。拉都西的声音有点像拉肚子。没有，哎，它是副班蛙，不错。哎，好，拉都西跟副班蛙远远看很像，但它的声音不太一样。